也是这一次的第四届的亚洲游戏展的这个我因为我当这个代言然后的一个造型，也是我这个最新广东专辑的造型。那大家看到我今天我手上有一只炮，所以呢我就比平常有点不方便拿麦克风，要特别明显我们这两位机器人，他们两位机器人平常都是去打仗为主的，那今天要他们拿麦克风，非常大牌奖的嘛。多谢。一条问题啊，我问哪里哦？他们都讲广东话的。OK， 我每人问一条可以吗？可以啊。机器人先生，请问你上厕所怎样上的？我不懂国语哦。这是来自香港的机器人，听不懂这个普通话。好，看看我右手边，机器人先生，你胸前这一块是什么？这个凸出来的？不好意思，原来她是女生。哦，问完了，多谢。